听红卫子能相仿，西子重凝更可人。百花开尽眼前，春光由谁做主？一场大赛，一场璀璨人生。下面让我们隆重介绍今晚参赛的各位佳丽。仪态优雅，从容不迫，是我们的一号选手。如此修长身段，堪称行走的衣架。哇，这身搭配真是令人眼前一亮。这位选手大胆启用如此穿搭，真是巧夺天工。比赛已经过半，请让我看到大家的手手好吗？让我们大胆预测一下，这位选手会有机会问鼎冠军榜。简单的搭配穿出如此天然之美，实在令人惊叹。这位选手对美的理解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想象。这位选手根本是将野心穿在了身上，他会如愿以偿，拔得头筹吗？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期待九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吧。
今夜台上群芳斗艳，精彩纷呈；今夜台下千人票选，紧张绝伦。现在投票通道正式关闭，最终排名到底会是如何？按好你们的小心脏，让我们一同来揭晓答案。花弄影，月流辉，水晶宫殿舞云飞。本届选美大赛最终排名已经诞生，现在有请前三名获得者上前一步。宝马配英雄，鲜花赠佳人，感谢各位选手带给我们如此精彩的视觉盛宴。下面让我们以最热忱的掌声请出本次大赛的独家赞助，大卫王朝最高权力人黄，真是幽默。好的，本次选美大赛到此就彻底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参与与观赏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